来，来，干化就做。哇，不错哎。孔雀如色，孔雀如色，干换就做。哦，OK， 感谢你，今天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，特别是钓这种有结构的地方，你跳过结构，让它换路下沉。然后没到结构的时候，你一碰到结构往上拉，让它下去以后，鱼都是在这个时候会摇，非常不错。